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ly， 今天要开一箱 AWA 1911。这把的本体是191瓦斯手枪，这把枪能做到这个样子，真的超狂的，酷炫史诗。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，他最初是超级恶棍角色，他不断开玩笑的风格，也有被称嘴炮佣兵。回归正题，仿同光泽和风化，它整个滑套都有独特风化效果，两侧的标志又是雕刻的史诗造型，经典191风格手枪，击发的时候还有后坐力。这把还有设计很逼真的模拟撞针机制，无弹后定，本身手动保险，后方也有握把保险，本身含附赠砂纸，让你越磨越像。仿真拆卸，弹量约15发。看完这把它的外形，现在来测一下它的初速。测完它的初速，来看一下它射击的样子。史诗开箱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在我们粉丝团按赞 ，YouTube 按订阅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